Thank you.
son qué peligrosas, ¿eh?那个。
他都国家你这样
的那个日子。Thank you.
多搞两个来，安娜。
就知道胃口不好了吧？你要哪个到外国去的人不是那帮贪污的、走私的、妈洗钱的？都是在看，来的不明不暗的。所以让你到外国去干嘛？袁绍之前，他说他是法学的，有些校友。哦安徽的，我感觉你是安徽的吧？那我现在老师说，结束了。
鬼王是什么？
那不是喝了那么烈火的吧？
早点过去多好呀。